家好，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惊喜。叮叮叮叮，这是什么？马自达。对，这是新车。我们老板呢，今天准备买的。有钱买吗？有啊，都付全款了，还没钱了。大家看看猜猜，我们这个马自达叫马自达，这个 CX8在越南是多少钱？对，大家觉得多少钱呢？等一下再去看看一下。现在我们去签合同，给大家说一下在越南买车注意一些什么事项，对吧？对，好，叫他来买，那个签合同。多少啊？钱到哎。现在我们就签合同，然后检查车，他就是说什么？检查一下。然后给我们车嘛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去上牌了。这么快？越南上牌很快耶。越南上牌不是，就是你要去那边按那个车牌。车牌，但是拿到牌的话，不知道你能不能马上拿到。下午吧，你不是说？可能是下午就可以了。如果他就是有的话，他就马上给你，然后什么？然后就放在车上。这么快？对。越南上牌挺快的。在越南买车呢，只有两种途径。第一个是买在公司名下，就是如果说你有那种投资公司的话，外资公司是可以买的。第二种就只能买在越南人的名下啊。不是，能外国的。外国的。但是不是中国的，韩国可以。韩国可以啊，他们说韩国的人可以，那就是中国人不行嘛，中国人只能公司买啊，这个大家要知道一下。对，所以我就买在谁名下呢？大家猜猜。公司。还有这个车的总价是多少？多少钱买的？也给大家说一下。这个是，就是全部加起来是不是1.1？1.1再换算成人民币就是34万。34万。左右，还要买保险什么的，大概就是35万。对，还没加保险。拿下这一台 S8 啊，35万，大家觉得值不值？好，我们现在签合同，办好手续就准备去上牌了，对吧？对。等一下我不会开，可以叫你爸爸帮他过来开一下吗？不能这样的，会不会开嘞？我这个路应该没问题吧？买了车不会开车了吗？他会反正我不去，你让我打的。那不行。我打的。不会开怎么办，家人们？在线求啊，等级。交车仪式。你的车啊。好，现在我们开车出发。好。去上牌。老板，你假装开车一下。假装干嘛？也会开啊。你也会开啊？这么厉害啊，老。老现在第一步怎么？等一下。别人你别开，等一下，等他来吧。感觉不安全。看你的脸，我好害怕。你好懵懵啊！等一下，喂，对，你又怎么了？什么？对，等他吧，就是在外面，就是平路我不怕，但是等他吧，这里不是很安全。对，不是可以开吗？就你跟门口很小的。你不小心的话就被撞到门口了。哎呀，你这个人怎么可能嘛、啊、我就开了几天的前任。我去开了几天了。等朋友过来吧。OK。不行，这我打的。别笑死你了。我打的。等他过来。看他不会吓害的样子。那我不是开走了吗刚刚？哥是不相信。现在我们就上车去安排了。哎呦，跟买车人带着我们，我才感觉安全。开始去了。
在被保安的，停一下，在那边保安停一下。哦，开也还可以啊。给他那个票。等一下。不行，圆圆，可以吧？嗯，还可以。他说也还可以啊，新手这样的可以了。对，新手嘛。嗯。转灯，他说转灯。慢慢开就好了，新手。对。要掉头吗？要的。你最怕就是掉头，对吧？地产没有、哎，还是直走，然后前面的才掉头，他就是这里对面呢，对，这里对面，嗯，这里对面是吧？嗯。拿过驾驶证的，你怕啥？但是就是你好久没开了吗？对，要慢慢开，然后就是一个月就可以了。掉头也挺厉害嘞，嗯，可以，你会停吗？怎么不会停车？停车不会停，那怎么办？小啊，笑话你们。怕了。录，嗯，对，那个，那放，对，女儿，给他吧。现在我们来拿牌照，今天就能拿到牌吗？加点钱马上拿到，还是方便。等的话要3-4天。3-4天啊，那加一点吧，有牌照方便一点。我刚刚已经怎么按好牌了？按好牌了，漂亮吗？牌？好的数字啊，运气好。哎，那现在不能拿嘛，去吃饭。要下午再说。下午好的。那我们先去转一下，练一下车。好了，搞定了。搞好了吗？搞好了，牌也装好了，一天全部搞定。现在天黑了。对。现在我们回河内。是。好的。啊。车都好了，现在你开回河内。对啊。有点不想上车。没事，相信你啊。OK， 上车了，回河内了。现在有车了，可以随便出去玩了。对，可以带云云、欣欣他们出去玩了。以后会开车出去拍视频。好了，这个就是出去旅游。对，这个。我们第一站去哪里？下龙湾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好。没后天就去，先练一下车。对，你先把车练好了，我再去。好。那这个视频我们就到这里了，这就是我们买车的整个过程。Okay. 在越南买车上牌也挺快的，各方面都快，但只是不可以再给我们中国人名下。大家觉得这个车怎么样？35万，啊，对，好了，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拜拜一下吧。拜拜。河内见，拜拜。河内见。